老师的眼睛，作者佚名，中国，朗读杨青。老师的眼睛像夜晚的月亮，我们是一颗颗星星，在老师的微笑里闪烁闪烁。老师的眼睛像一望无际的海洋，我们是一条条小鱼，在老师的怀抱里快乐地游来游去。老师的眼睛像蓝色的天空，我们是一朵一朵白云，在他的注视下自由地飘来飘去。老师的眼睛像一面镜子，能照亮我们的心灵。